嗨，你好，欢迎回到第四节 GTA Online。为什么在赌场？因为我第一件事就是要赌博，还要转啊，不，我先转轮盘再赌博，然后看有没有好车。我说就不用买车，或是拿免费的玩歌。哇，讲的还蛮顺的。好，那开赌吧。之后可能影片方式都是会比较正常，应该说不会像第三节那么乱的吧？因为这样花太长时间了啊！我没有数秒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中了就中了嘛，反正也不会中。是什么呢？哇，这是什么 ？Mystery！ 哇，是什么？哇，红色图样短袖衬衫，太神秘了吧！好，反正我就每集以一两个小时为那个为首，反正就每天玩，对吧？每一集玩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我看我能做什么，就成了一集影片。然后配一些狗屎话，就感觉好像很辛苦一样，其实是蛮辛苦，这样子讲话其实蛮累，而且要那个自言自语，假装右边有聊天室因为我现在 CPU 不够好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那开台，但是嘣，电脑烧起来。好，赌马，我们已经前几集已经示范过200亿次了，所以我这就可能会烧跳一下哟。右边输烂，左边赢，哈哈！啊，我不想赌了，赌博是多么无趣啊！我要留着赌注了，我要离开这里啊，我要去外面做一点充实自己的事情，那戒赌宣传片，而且我一直忘了，而且我没有穿我的西装，我只能穿那个廉价运动衣，假装自己是那个男主角，都随便穿，上衣穿那个兽人套装，有够色啊什么？那我们就以解这个吧，解这个每日任务为主吧，这样可以让每天比较有目标一点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礼拜也刚好有那个这什么变形狂飙系列有那个加倍，所以 yes 可以一直玩那个。干嘛？你也跟我一样吗，兄弟？要给你一把枪吗？应该是不用吧，你也应该买不起枪。好，首先第一个任务是什么？撬孤轮十秒，还有那个弹药空投 ，OK。哪里有孤轮给我撬？你有孤轮？哦、oh, ，shit！ 不要学我讲话。上次是也干走类似的车。拜托西门不要跟我讲话。哦，幸好没事。机车在哪里？我要撬孤轮。怎么我刚刚超速吗？现在GTA警察抓这么严哦、喔，仅限 online。现在 online 变那么严谨哦，那我玩游戏都要这么小心的、欸，那我已经无法享受什么叫娱乐了。莱斯特救我！啊，21等的啊 ，fuck！ 毕竟我们都还没见过面嘛，你凭什么信任我，对吧？我就偷一台破车，还有超速，为什么就放我良心？救我躲一下，兄弟，这辆车太过棘手了，太棘手了，不能给我脱身了。怎么这样啊？他们打电话真的好烦啊，我一个都不想接，都每个都跟那个推销电话一样。我在现实都嘛直接挂掉的那一种。嘿，我们这里要向你推销那个证券哦，我们已经有那个帮你那个分析师帮你分析到那个证券现在可以买，然后我直接逼挂掉，然后他就赶紧起，操你妈之类的吧。所以机车在哪？撬个孤轮这么难吗？一台机车都没有，你们罗森头怎么没有半台机车？哎，罗森头的机车，不要跑！不要跑！我叫我兄弟拦你下来啊！啊，我兄弟就是手枪啊！怎么惹到人了？机车帮的人都在这里，全世界的人都跟我有仇！快点上车！我惹到鸡巴帮啊！机车帮，你们走开！你们这小家啊！我怎么知道这里是那个机车帮的那个好玩之地啊？那台车应该也可以吧？我暗杀，没人知道我杀的。耶、yeah ！哇，十秒。嗯啊。嗯，十秒。嗯嗯啊啊！不要下去啊！不要下去，不行啊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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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吗？兄弟，十了没？哦，十了，十也讲一下，操！哦，左下角讲，谢喽。接下来呢？好，不用，接下来，我知道了，美丽威慑，弹药箱，谢谢。
哇，就好像我在玩手游一样解每日任务。虽然我不玩手游了，不玩手游很省时间哦，因为我手机烂到连手游都玩不了，够可悲吧 ？Am I incoming？ 然后都乱丢在楼梯头某个角落。哔哔，这里吗？我听到，快下来吧！哇，现在根本就不需要这种东西，它只让我们一直思念这些东西。好了好，我们要去办正事了。狂飙节能差事，禁术，特技禁术，狂变形狂飙有那个三倍哦。三倍嘞？刚不是还有吗？没有啦，是在上面的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有啊有啊，有啊，只是变形狂飙没有啊，上面的有啊。等一下再解，我先解变形狂飙这个第一个好了，那个应该会有人玩这个吧？怎么可能会有人玩这个？这只是我一个孤儿想玩这个。没有人刚好有这种嗜好吧，会想要玩那种小鸡巴玩。真的有啊，哼，要跟他们拼了。他是遥感玩家，怎么打得赢啊？我键盘玩家怎么干得赢他？他是那个100等高手，哇，我真的，我终于那个遇到那个 GTA 的那个对象啊，他跟我 PK， 他等一下要那个绩效。你18等怎么还玩这游戏啊？18等就别玩了。我完全不知道什么车什么好。有没有 BNX 啊？我只懂那一台啊，随便选吧。我要穿的那个可口可乐那个赞助商、安全帽一定要戴，我肯定会摔死啊！选个动作好了，我最喜欢凌空爱爱，好，确定，好，确定。喂哟，哇，看起来好好玩哦，好像 G Mode 的地图哦。哇哦 ，GTA Online， 没想到已经进化成这样了，我们 GTA Online 真是太好玩了。我才拿他自己的车。哇，我没有第一啊，太伤心了。有没有尾流啊？有吗？没有，我连他尾流都还没吃不到了。不要跑、啊，兄弟！我第一次跟真人赛车啊，这什么 ？Only Bike 啊！我原始人不懂用这个。大哥教我怎么玩啊？哇！哇，好刺激哦！哇，我在哪里啊？我在做梦吧？这什么游戏啊？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哇，我赢了吗？哦，没有，那是一场梦。难怪他刚没先按，他好聪明哦。没有，这边补一次氮气耶。哦，没有先做功课就来玩了，你在干嘛？哦，到底在干嘛？我要被他讥笑了啦！但我就会很愤怒，说来 Apex 单挑啊！哦，要开这个啦，第一次玩嘛，我没有有钱到有开过这种东西，性经验零啊！我说那个机车经验零，你看我装新手装的很像吧？本来就是新手，不用装，你已经够像，我最佳演员。啊，他自杀了，他受不了了，人家47秒就跑完了。我、这个笨笨在干嘛？哇，这什么疯狂镜头啊！这边低人称比较有优势吧？哇靠，也太扯了吧！这是 Rockstar 想出来的 GTA 6剧情吧？喂，那个人要生气了吧？这个人怎么开这么慢呢、啊？哇，抱歉，因为我连驾照都没考，他在等我哎。Thanks, honey。他人好好啊，我在这世界上遇不到第二个这么好的人了。第一个是我爸妈，没有，还有 1.5 个是我的会看我影片的人。现在我是一台飞机，哇，我是史密斯飞船。我怎么那么多话？可以闭嘴吗？不行，如果我闭嘴的话，这影片会被我剪成0秒。原来是多元成家的那个好玩竞赛活动，这种东西要跟朋友玩比较好吧。跟陌生人玩，随时会被辱骂兼殴打，这种心情我哪接受得了？我怎么可能第一名？他让我，他真的假的？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人吗？我忘记讲，那我那样讲话太嚣张。什么 1.5 个是观众，还有 1.8 是我那些迪斯科的好朋友们，差点忘了，差点漏掉了。
等一下不小心看到我这部影片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阿成，我加你会员，然后你说你不，我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吗？然后我就要那个脱裤子给他们看，那 disco 外流，我就当作我是新手，我不懂，所以不让他好了。这也太惨了吧！变车车 ，E A O R O， 牛人变牛人。啊！变形金刚那个讲那个梗应该是200万年前的。我要赢他了！哇！你看，你们看到？他已经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第一次玩吗？他刚刚用他的屁股灯挡了我的车头灯，哎，好舒服、哦、啊！顶一下啊，直接爽上天！啊，认识你真的很开心，兄弟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干空气，讲押韵这种下流梗。我很高兴认识你兄弟，但我比较喜欢干空气。我要走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怎么开麦啊？算了，想要开麦呛人，哈哈，友善玩家。如果他刚让我，然后我刚还最后还那样害他，我是那个大坏蛋啊！右边又有什么手工打枪20元，这么便宜哦！卖茶都没那么便宜，你卖那么多东西，怎么就没有卖性爱机器的？给我们玩家开心开心啊！哈、啊、哈、啊，没事，这公开战局自由模式真的切得很痛苦 ，insane 痛苦。让我离开这里，我要去赚钱，好吗？我要去赚钱，受够。赛车很痛苦，尤其是一对一的尴尬。然后我一醒来，他就在旁边，他 bing bing， 我刚让你，你怎么这样高？哇，完成30000元的啊，钱还蛮好赚的嘛。那连续解，然后又可以赚大钱。现在80万，我们看一下科萨卡多少，搞不好特价嘛。然后就哇，下一集直接看配刀抢劫 speed run， 怎么可能？当那个发快嘛，一样220万，还是我们直接买鲨鱼卡好了。这礼拜 CEO 好像有那个，嗯，啊不是，哇，有加倍啊，讲什么讲不出来啊，好像被堵住了。被什么堵住我不知道、啊、靠杯哦，我以为我没录到瘾，吓到我哇！因为我现在那个 GeForce 是录在桌布，我以后用 OBS 录好了。GeForce 超危险的，玩分比较高的吧，虽然可能都一样烂。哎、欸，这机车不错哎、欸，希望只有我自己、欸。哎、欸，什么一样烂？你刚那个话尊重 Rockstar 好吗？他们都不想做 GTA 6，专心做这些地图、欸，然后抄玩家做的地图，直接把玩家搬过来，这样讲比较好听。我要跟他打招呼吗？不要，早开麦见。我好像没按开麦，算了，所以要等30秒，5.45公里，有点远。今天就跟你赛最后一次车了，今天就跟路人赛最后一次车了。西藏跟路人玩也蛮不错的、啊，至少我还是靠自己赚钱，对吧？干娘，他离开沙峡，我自己玩嘛，我跟自己玩也很开心啊。我走了、啊，我不能赌自己会赢吗？69车 ，nice car。让我大家确定一下，我没有录到音啊，有啦。呦呦，那什么声音呢？什么东西烧焦啊？我的 CPU 吗？可是我没有在开直播、啊。我是很好奇一件事，为什么我一开录影，我就可以有这么多话？这是什么神秘力量？没有、啊，这玩游戏玩久就是这样，毕竟剪影片剪超久了。现在有一个方法，剪影片变超快，之后你就会看到我影片可能每天2万集之类。哇！精彩、啊！这个人真是太疯狂了。我们的阿成选手就往下骑啊，哎、欸，反正就往下骑，可以往上，不行往上。哎，大甩尾又可以露营呢，哇！但我要录那精彩片段，哇！然后又要剪，哇塞，要来了，哇！哇靠，哇靠，其实根本不一定会剪，我只是按爽的，让左下角很碍眼。搞不好是这样吧，搞不好又是那样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不想弄，我就不会弄，因为我还有其他游戏，抱歉。哇，这糖豆人吧！哇哦！左右两难，那就这里好了。欸、其实这自己玩也蛮好玩的，就是你是那种拿到免费 GTA 的那 GTA 5的时候，说哇靠 ，GTA Online 可以玩这些超疯狂的那个变制作的关卡、啊，算是 GTA 之后官方自己偷拿进来放。他太疯狂了啊！我心快没话讲了。哇，前面像那个什么骨盆一样的形状，我们要冲上去了。离骨盆近的位置应该是那个性器官，我们要进入那个大英帝国。哎、欸，怎么跟自己可以聊这么开心啊？而且还都是色的。
没办法，那人类的欲望才可以聊，才可以延续那个下一个话题，就像延续人类的生命一样。突然变那个哲学话题啊，撞到了！这台机车不是我，等下撞到我要赔。整圈无碰撞，你确定吗？我刚刚已经撞到自己快怀孕啊，快爆了！因为我刚在想，我要讲下流梗还是正常梗？讲正常梗就不好笑，讲下流梗因为怕刚讲有点太多。Shit， 做人好难哦！啊啊！在第一人称比较刺激，呜，然后一直晃，他是这个画面都没晃，超不真实啊！没啊，2013年的 PS3 游戏，你在这那个执着什么？世界纪录13秒，哎，完，请问怎么做到的？你帮这张地图的人吸他的那个大管子吗？然后他直接把你从 A 点放到 B 点结束啊？怎么可能呢？当然是请右边那些小鸡巴机器人说，可以带我飞吗？让我那个。飞天遁地下啊嘣啊嘣，你13秒世界纪录，哇哦 yes， 下次来去玩那个 PVP 好了，看我枪法变多烂，很久没有玩 Apex， 希望我不是白痴，不是哦，我这样玩一个小时，我不是说我玩一个小时要剪吗？啊，像我这一小时内讲的话都讲了30分钟啊，我一个小时都在讲话，不是剪成一小时，那我试玩，我发现我根本就玩30-40分钟就够了，哎、欸、不行啊不行啊，那个钱要赚到我满意啊，我江湖骗子哎、欸。就像我讲的话一样，有时候是骗子。放，花我4分钟才13000，还体验不到刺激，开玩笑的吧？耶、yeah, ，哦好，刺激有啦，这个时候才有，跟空气的时候啊，这骑机车不适合我，这些都不好玩呐、啊。这下跟朋友玩比较好玩，就哈哈哈哈，然后玩2-3场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去玩别的游戏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要玩什么那个？最终幻想14，还是去玩 Day by Daylight 好了。那偷讲一下我们那个群里的现状，然后说我自己的啊没有啊，欸，如果跟他们玩最终幻想14的话，我直接不用玩其他游戏，每天玩20小时最终幻想，没办法，人有人的选择嘛。希望他们不会看到这里，我这样是感觉 Online 的每集风格都不一样，是以我心情定，然后上一集就是用那个分。用那个镜头哇，摆弄搔首弄姿，然后这集就一般模式，没差。我觉得毕竟有讲到话就好，至少我不是就放个画面，然后讲一些小骚话，至少有一些讨论一些话题的，对吧？算的是跟我有关性话题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怎么可能？我要当个 boss， 当 CEO， 但是我要先那个搞定一招，搞一招。我要担任解 CEO， 他们都滚了吗？啊，他们滚了，他们不喜欢我这个边缘仔。我觉得我现在游戏影片应该加速一点啦，因为我现在去人中之中去剪蛮快的，我现在真的剪超快，一天可以剪1亿集吧？没有，我不会跟你讲剪几集，这样你就会知道哦，我的底线在哪，我不会让你知道我底线在哪，我要让你觉得我很神秘。啊，今天天气真好，那是很适合当那个 Insane CEO。我们的1亿马币啊，可没有忘记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赚钱。保镖事务所在哪里？还是我刚好退掉那个保镖事务所的？是不是我刚因为我隐退啊？帮你 fuck， 搞不好进新的有机会，来重开一次战局好了。I promise I was at the movies. I must have thrown out my ticket. Just leave us all alone, Michael.、啊、怎么了？你哭了、哦？对不起啦，哭哭。好，欢迎回到 GTA 5第三集的那个 Michael。好，我们就继续解我们的那个，哎，我们上一集解到那个哈，那个这是哪里？哦 ，FIB 啊，就是我们那个抢完劫啊。真的要变那样了，不要继续这样子下去了，点到为止。差点就要那个，啊，太深入了，差点就要重玩一次 GTA 5了。啊，新版 GTA 肯定要重玩一下的、啊，然后。蹭一下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会想要加速做影片的速度，就像我上完课快要死掉一样，还是会赶着回来。我明天上下学要200万小时，我的保镖事务所不见啊！一天只能开一次啊！我隐退就没了。Shit！ 嗨嗨嗨！算今天也赚3万的嘛，但是还有什么事可以做？我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文章更新有什么可以做。
先啊，他不会自动走，我要每一分钟回来看一次哈 ，speed run 啊，好吧，看来我们还是只能继续当我们的底层马菲亚了。可恶啊，不能取消保镖事务所。想说就偷看一下，然后退出，然后等下再开，然后没有然后了，认命吧，解差事。好，赚个10万再下线。今天是如此的日常。哇哦！我的车怎么被压成这样？左思右想后，我觉得我还是当赌徒吧。我最喜欢当赌徒了。哇，进钱快！哇塞！结果最终还是败给了赌徒，赌徒心态、心灵。我们这样是首尾呼应吗？那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。没想到一开始说不想来。最后还是会来，因为这是我的归宿，这是我唯一赚钱赚最快的地方，就是用我的运气，还有我的看马实力。好，之后接下来就稳赢吧，稳赢，不爆冲，不爆气，开始。哇，好，就听到这个美好的数字，10万6，10万零6万9千。好，至少我们以小博大，博到赢了，又一个白手起家。虽然可能对那些高手来说，这些钱可能屁都不是，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就像每个高层的人看底层人的那种感觉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吧。那还是我先去换钱。好啦，先换钱好了，还把顺便把上一集亏的20000给赚回来。这一集是净赚了，赞！我在那边躺着玩15分钟，有够舒服，就像那个疯狂舒服赛马赌客。哎，换钱女孩，我还可以再换筹码，是我赢太多了。我要留个20000，好，留一点赌注，之后还可以继续赛。那个备用选单，好，我刚刚说要赚10万，我要好，对，确实赚到了。啊，算了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可以待了，出去也没有家，然后就在这边结束好了。虽然这边有版权攻击音乐吧，希望不要，拜托。反正我剪得很零碎嘛，就之前讲过。好，那这集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之后就以每日结每日任务，然后可能无聊去杀200万个人吧 ，K 刷 KD 或是被外挂杀死之类，反正也不会闹得很开心。好，就这样了。没钱就是来这里就对了，这里永远是我家，他永远欢迎我，就是没赚多少。啊，反正就是为了拼那个科萨卡，我们得给跪着赚钱。好，没有了，拜了。